前段时间张丹峰出轨风波闹得沸沸扬扬，很多媒体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疯狂传播他们两个有不正当关系。对于艺人来说，如果是实锤的事情也就罢了，这样捕风捉影确实对他们很不公平。张丹峰的经纪人毕莹更是引咎辞职，他认为自己给张丹峰带来了负面的影响，同时自己也是这次谣言事件的受害者，可能离开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就此以后，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就逐渐忘却。近日有网友偶遇了很久没有出现的毕莹，并且还晒出了照片。照片中毕莹扎着简单的丸子头，身穿一件白色 T 恤，外搭破洞牛仔裤，和两位男士坐在一起烟不离手，全程一直低头玩手机，看起来十分惬意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